全是太极拳，是我们祖国太极拳各种流派中最古老最完整的一种。特别是陈氏十七世一代宗师陈八科，十八世陈兆奎父子所传的传统第一路八十三式，第二路又名炮锤七十一式太极拳，又是陈长兴一脉相传的真正老架、大架、低架正宗太极拳。传统的陈氏太极拳是以易学者理为指导，将其健身性、技击性和艺术性融为一体的，既保持其武术本质，又具有文化价值的一门身心修养之学。它的时代价值和科学价值已经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重视，所以有人说它是人们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健康之路。陈氏太极拳一代传人马洪老师曾追随陈家一代宗师陈兆奎先生研习此艺达九年之久，继承钻研传播此艺长达三十年，并且将先师所亲传的拳谱、拳理和拳法整理为三部力著并予出版，受到了世人的好评。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让这一绝技得以继续传承、发扬光大、造福人类，我们特别邀请了已经72岁高龄的中国太极拳大师马洪先生，亲自给大家详细讲授这套拳的动作分解及其技击用法。Thank you.
Thank you.
陈氏太极拳传统套路的第二路，又叫炮锤。传统套路其实一个式子，我们这套拳就是陈兆奎老师亲传的。这套拳它的特点就是发劲比较多，跳跃比较多，速度比较快，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但是要求跳跃的时候也要轻沉兼备，四肢上升，中盘下沉，速度快同样要求快慢相间，不要完全是快。总的这套拳比一路要快，但是呢还是快慢相间。再一个特点就是呢，刚才讲了发劲比较多，但是发劲不能由于发劲快而丢掉缠丝劲，仍然是松活弹抖，不能发直劲，不能发硬劲，要发松活弹抖螺旋式的劲。而且呢发劲之前也有许劲，许好劲再发，不是连珠炮也那样发，但是有个别动作，两三个动作连着发，像连珠炮，是吧？所以大家注意这套拳的特点。所以练起来这套拳呢，难度呢比一路拳呢更大，但是呢学起来呢不是很难，因为很多动作跟一路拳呢相近或者相同。好，现在呢我先把这个拳的前面几个式子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前面五个式子，第一式、第二式、第三式、第四式、第五式和一路拳完全相同，就是预备式、金刚脑对、懒扎衣、六红四臂、单边，这五个式子跟一路拳完全相同，而且做起来更要沉稳一点。从第六式是金式子，是斑斓肘。那么下面呢我先把前五个式子给做一下，然后我们再说斑斓肘。懒扎衣，六红四臂，单边，下面第六个式子叫斑斓肘，一共四个动作，我先做一下。单边接斑斓肘，一、二、三。四个动作我再讲一下这动作的分解。勾手又是变掌下沉，上右上横，从左边接近，然后走一个右下捋上去以后是掌，接应对方来力以后是握拳，
右下捋，左拳捋到两膝中线，右拳到右膝外侧，右拳逆铲掌心向下，左拳顺铲拳心向上，眼往左看，左宫灯步啊，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捋下来以后发劲，第二动作错步发劲啊，太极拳里边有好多种步伐，错步是其中一种，就是脚踏着地往前移动啊，发力啊，这发力，发力以后右拳落到两膝中线，左拳落在左膝外侧啊，然后走这左半两肘，然后走右半两肘，左右啊，左右开弓，然后又变掌，又捧起来，从上面捋过来，又下走上弧是拳掌，下弧是拳，握下来，又走一个左下捋，然后右看，再发一个，啊，又打，啊，这么四个动作，啊，这里边需要注意的，就是两手上升，身子两腿上升，两手上升腾空的时候，中间这一块应该有下沉的。要下沉的含义，应该是不要呢这样跳，不要这样跳，这样跳飘了啊，中间这一块中盘要下沉，四肢上升，轻沉肩背。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单边接第六个式子半拉肘啊，二度拳里边这个两个轻盈一点，不要硬着劲走，还要放松，以肩为轴，以肩关节为轴，肘放松，腕放松，手指放松啊，都要放松啊，腰呢腰一下下沉啊，胸以上上升啊，又是个对拉八叉，又是轻轻肩背啊，注意啊，轻盈一点，下面又沉稳一点，上面轻盈一点，上面如风吹杨柳，下面稳如泰山啊，一二三四，你们还要来做一做，一个人做就可以啊，一个人做就可以，严总扣脚，单边老王扣脚行，说多遍，一路讲讲多遍呢，单边扣脚，怎么不扣？走，他走的是这样，不圆，要抡圆他，要抡圆他，啊，下来，胳膊两个胳膊抡圆。发劲，这走上来算掌，这个拳啊，这样啊，虎口都向前，一个拳向上，一个拳向下。好，你来。两臂同源，对，好，你就知道扣脚，他就不知道扣脚。走，哎，错了，都不合格。要圆，刚才讲了吗？要以肩为轴，把两臂抡开它，抡开它。看到吗？较着劲不行。好，下次再练。它的积极含义，就是对方从左前方，从上部向我进攻，啊，向我头部进攻，啊，我从这边接应他，接了以后走一个捋，走一个右下捋，啊，右下捋这样啊，如果他不来，来的话就走了，啊，不来。这里就有一个肩靠，
有一个靠，有一个肘，啊，这儿呢还有一个反拿，啊，肩肘，下边还有膝盖管着呢，是这，啊，肩肘，手，左右相同。好，下面我们讲第七个式子和第八个式子，啊，连起来给大家讲。第七个式子叫跃步护心拳，啊，护心拳的动作类似一路，就护心拳，啊，受头式、护心拳两个名字。但是呢，有个跳跃，转身跳跃，斜行呢也和一路，啊，相似，也是有个跳跃。有个跃步，所以二路拳呢，刚才我讲了跳跃比较多，现在我把这两个式子给大家做一下。单拉走完了以后，接跃步护心拳，一，看这个拳右拳顺缠变逆缠下沉，左拳变逆缠捧肘。啊，里下折腕，眼往左看，啊，就现在是左后有情况，刚对付右前方，现在左后有情况，要机警一点这个动作，啊，我先做一遍，我先做一遍再讲，啊，一，二，三。开，跃步护心拳到这里，下边是跃步斜行，一、二、三、四。这两个式子，我先把这个动作讲一下，把它要领讲一下。这个地方呢，就靠腰为轴，向左旋转，右拳逆缠下沉，左拳逆缠也下沉，以下折腕，但是不要把肘捧起来，啊，眼由右转到左下，啊，左方向。一啊，要快，这个动作要机警。一啊，一，你要脚呢，本来是这个方向，旋转一下，啊，一脚跟为轴旋转一下，一啊，然后二是捧一下，先往左捧一下，再向右下捋，又是要捋到中线，然后两脚腾空，调整方位。调整到这个方位，啊，那么跳的时候，两个腿都要腾空，啊，提起来，腾捋着这儿，就注意这地方，又是肘拳下来，啊，这个呢也要提起来这样。另外呢，注意右膝一定要提起来，啊，一、二，慢一点，三。两拳往下砸，啊，然后开这个一路噎了，啊，进肘捧肘向右螺旋下沉，开右胸踢右拳，开胸沉左拳打，啊，呼吸拳。跃步斜行呢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个跃步上面还要走两个圈，啊，来看一出右掌，从大家看，一出右掌，啊，向前上，直接左掌的虎口贴胸，啊，原来不两个拳吗？这个同学，这个收回来，胸往左转，对肘，然后左掌顺缠下叉，向对方的裆部，右手收回来，收到肩前。
拇指贴在肩窝这儿，保护你的面部。这个手呢，顺缠穿到裆的前部，然后掌心相错，收右腿，右手下沉，左手上平，腕背一点在这里，这个下趟。然后跳跃的时候，先走里合肘，右手是外蓬，提右膝，再提左膝，再蹬出去，再搂膝，再推掌，前面一样看从这个方向做。一，胸往左转，右手撩出去，穿出去，左手收回来。一，二，穿左掌，收右掌。三，掌心相错，腾开，就是下边这个动作，同时完成，里合再往外蓬，走了一个圈这里呢，往这儿倒过来，下沉，走了这么一个圈，在一跳当中完成，再看，一、二、三、四，我走慢动作先四、四、再蹬出去，搂膝，推掌，开胸，放松，完整，走快点，一。这样慢，最后要慢，跳要快，来过一过，我给大家他作为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讲一下，都对下来，就不要瘪，这是蓬开就什么时候的胳膊不要瘪在这里，一定要撑开，老留有余地。好，走，一，直了。胳膊什么时候不要直胳膊什么时候不要直，腿不要直，从原来前后一点，以下折腕，腾起肘来，就来的情况下给这个肘，好，捋，横捋，下身翻，一起走。步子太大，步子不要太大，俩手都过头，右膝提起来，重来，俩手都过头抡起来，一、二，慢一点，二慢一点，三快一点三跳，左拳，你看你左拳从这儿走，你右拳这儿。两拳都抡起来，都抡起来才能砸下去而且都抡起来，大家注意这个问题，你要从这儿走，这个拳从这儿走，没有肘，没有肘的力量，只有这样走才有肘的力量，这个拳的，你没有，你这个拳从这儿走，所以你这个肩关节不放松，这个拳打不好，这四大块不放松，一辈子打不好这个拳，四大块的两个肩关节，两个胯关节必须放松，松不了腰，活下巴松不了，腰活不了，上巴松不了，两臂活不了，胸活不了，走，一，二，蓬，引，跳，这个好一点，好，开，我刚才怎么走的？蓬开啊，呼吸全然走啊，怎么？身子下沉，注意这个地方注意这个地方，开，双逆缠分开，双顺缠接肘，给他肘，身子要下沉，重来，从这儿重来，肘架起，这样架还行了，肘架肘了，肘还要坠下来，这都是大毛病，架肘是大毛病，弓肩是大毛病，大家注意。这个拳就怕架肘，架肘一架肘一架肘就翻走了，是吧？说肘不能架，肘老下坠，肩老往下松，
不能拱肩啊，你肩有一拱一戳你就走了，是吧？所以对拳里边的要领一定要注意，严格认真对待。走，进肘，合，向右螺旋下沉。来看这段啊，沉下来以后开胸，沉起来，这合住，然后再往前打。好，走。我刚讲的指尖向下插，你这样这样有什么用？这个脚指尖有什么用？这个指尖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干什么？像对方的裆部插进去，所以一立点灌在指尖上，就每个动作的立点一定要搞清楚。走，走，我再来一遍。激进一点，腕子提起来，肘捧起来，对，好，沉下沉，好，三，合住，两臂碰沿，开，肘不要架啊，肘不要架，你看了啊，肘不要往上架，对肘，先对肘开胸，拉开，拉弓一样啊，跟拉弓放箭一样。先把弓拉开再走，你不要再提前就这样走，这没劲了，力量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像这种动作一路里边要好多，大家注意，一定把胸都拉开，像拉弓一样啊，许进如拉弓，放进发进如放箭啊，开啊合啊，走，这就别了，从圆它，好，这个虎口贴胸刚才讲得很清楚，虎口贴胸，哎，这个是两出去然后穿出去，好，掌心向后，后腿，嗯，好的，周底后轮，啊，练熟了要用个一气哈成。转正斜行啊，注意斜行上身是正的，步子是斜的啊，一路里边的斜行也是这样的，步子斜的上身是正的，不要都斜，都斜的话就不是斜行了啊，上身要正。好，下面我讲一下这个式的用法啊，翻来走定式，就说呢，他往这边进攻，这边有情况，这边有情况，就你激进一点，你就走一个捧，哎，对，捧肘啊，捧肩，这边下沉，对，这边就下沉，然后走一个捋，他来的力量，把他力量先捋过来，捋过来，看看我，你看，我把你力量来了，你看你看我啊，我把你捋过来，这是刚才就捧了吗？等你力量来了，来了后我再捋过来啊，捋到这个程度以后是吧，你往回撤，我就肘拳上面再一个拳，这儿还加一个膝，所以这个膝一定要提起来啊，加一个膝，这样的力量啊，下边呢这一路里边一样啊，这个斜行呢越不斜行的目的呢也和一路一样，一路里边呢是走一个这样一个劲是吧，然后再走这样一个劲，这个摔法，这个就是跳跃的，走一个这个，你肯定都要捧过这个啊，我走这个加这个加膝盖，捧过这个好，或者走这个膝盖啊，就这样，就走这样一个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他捧过这个好，我就翻过来走这个啊，或者说先走这个，他捧过这个，你捧过这个，哎，好，我就走这个，一样一个道理，完了以后，你碰着你就肯定接我这个手，不让接。好，我就捋你这个，再走，搂膝、搂膝、搂腰、搂腿都可以，再进，再进。啊，我觉得。啊，下面呢，我们讲斜行，越步斜行后边的四个式子，一个是杀腰
压轴拳，再一个就是井栏之入，再一个是风扫梅花，再一个是金刚倒对。金刚倒对呢是重复式子，主要是前面三个式子，但是都比较简单。井栏之入呢比较复杂一点。歇行，来看啊，歇行完了以后，高手便掌，略下沉，先往左捧，往右上捋，握拳，再向左下沉。就走这样一个圈，右拳沉的两膝中线，右膝里侧，左拳沉到左膝外侧，一，二，翻过来，翻过来以后，俩脚略斜行，不是正斜脚，右脚偏后，左脚偏前，右拳落在右膝外侧，肘膨开。左拳在左耳门的前面，眼看右前方，眼看前，现在这个方向，下面是马步，我再做一遍，这是沙腰压肘拳，一、二，下面呢是井栏之入，井栏之入是把右拳提起来。提起来插下去，插到两膝中线，插到当前，左拳逆拳沉的左胯后侧，左胯外侧，到这儿以后，一，眼看右，肘捧起来，跟机底锤一样，这捧起来，这捧起来，这儿呢沉下去，眼看右前，然后开右脚。打右掌走，这个呢左拳提起来变掌合在这儿，右拳呢翻翻上去，右拳翻变掌捧出去，横掌在右眼右前方，就这个先沉下来，一二，开右脚，右脚开成直角去，身子不要太高，臂膨圆，这个沉在这儿，跟六横四臂那个手型一样。然后右手外膨下沉，往上兜上来，兜到左腋下边，从外收回来到这儿，重心一右，左手。插下去，插到左膝的前边，左膝同时提起来，这个地方有个翘肘，整个这个套路里边就这个地方允许你走，跳起来，就挑起来，走，这样下去，这个手落在左膝的外侧前面，左脚脚掌着地，落在右脚的左前方。这个斜角，那这井栏之入到这儿，再看，一、二、三，这个手指尖向下插，里下折腕，指尖和脚尖相合，手在左膝前侧，这个手回来，在腋下，虎口向前，指尖向上。是这样，虚步点地，然后是风扫梅花，跟咱们一路里边最后夹着这个动作一样，最后收拾的时候，这个掌根往下按，这个掌往前捧，这个脚踏实，一捧开，再往下按，然后重心移过来，跨，拧过来，然后拖这个掌。踩这个掌，
右脚后扫，扫到一百万后后面，这个往下踩，就往上拖，然后折腕，金刚倒地，沙丫丫主拳，先捧，先往左捧，不对，先往左捧，哎，往右上捋，往上捋，往下握拳，对，好，这个沉下来，沉到腹前，两膝中线。然后翻，步子太大，步太这个拳步子不要太大，这个步子最大的步子是一步半，啊，经常一步半，连单边一点都有这样，不要太大，太大的时候容易重心呢，啊，容易偏，容易失重，步太大这一半点容易蹲在那里，这步子小一点，这个拳撑在，刚才讲了，撑在右膝外侧，你是右膝上方，右膝外侧，这里膨圆，啊，抖对下来，好的，肘心揽肘心揽住，提起来，刚才我讲了吗？哎，对，为什么要提起来？啊，一会儿再讲用法来，他一定这个地方，如果他抓住我这个地方，来看，我如果这样走很难走，我提起来的他，这个力量就加大。所以一定要从提起来再好走，右手好提，踏，对，眼看这个方向，开，开脚，该开脚不开脚，你不开脚，这个脚你不开，待会儿这个地方怎么上，怎么肯定不得劲，所以这个脚的角度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该开多少度开多少度，不开的时候不能开，绝对不能开。啊，所以跟他传了个，我讲跟他传了个舵一样，这个舵你摆不正，这个船，这个方向非偏离不行。再开一点，再歇歇。横掌，这个肘低一点，一会儿调整。这个手横出去收回来，这个手提起来插下去，歇脚，歇脚，指尖向前下，好的。这个手在腋下，在这里啊，不要在这里，在这里啊，指尖和脚尖相合，然后风和梅花踏上正，迎胯走胯，好，后扫，怎么搞？我刚才到哪去了？你看了？我糊涂了。折腕穿着，合，好，我讲一下这几个式的基本用法。这个沙丫丫主拳啊，主要是这个肘，这沙腰压肘拳，主要是这个肘啊，借他对应抓住我啊。我走这样一个劲，走这样一个劲，跳起来的目的为了加大这个力量，加大这个力量，就加大这个力量，说接着他以后回来，先沉下来，沉下来不往下沉，他往上往上翻，紧接着翻过来，下边经揽之入，他出右掌向我进攻，我接他，开这个脚接他这个掌，大家看这个地方。太极拳里边只有这个经揽之入把肘可以挑起来，刚才讲了半天肘不许降啊，肘从永远老下震老下坠，只有这个式子肘可以起来，为什么？他后面没有手，他管不了这个肘，我是这种打他头打他这不可以，下面提膝，下边上不下肘啊，这个地方要反拿他回来，所以这个呢是你直线不要直线去，我反拿你，这个地方呢是正好打了他以后压他反关节啊，下边呢夹脚插也可以啊，然后后场梅花就是插搭也可以，走这里可以啊，走一个后手啊，走一个后手，这个腿呢当时这个时候
所以看以后走这个，他体验如果这边有人的话，是吧？就是走这边，是走这边一个，这样一个，是吧？沉下去以后，这个掌捧起来，啊，沉下去，啊，这个走一个，哼，啊，这样一个离地，这个手呢放下来，这个手一个手这样，一个手这样。啊，风扫梅花基本上是啊这么个动作，啊，沿中鸡肝脑对那个前面的动作要领一样，啊，下面呢，鸡肝脑对下面接劈身锤，啊，也叫臂身锤，包括背着靠啊，再接撇身锤，再接斩首，再接三花五绣，再接沿中红锤，下面这五个式子。啊，我们来作为一段给大家啊逐次讲解一下。鸡肝脑对完了以后，劈身锤和第一路完全一样啊，跟一路拳的劈身锤完全一样啊。我做一下，一、二、三、四。六七，啊，这是劈身锤，跟一路一样啊。下面是撇身锤，啊，撇身锤啊，一共三个动作啊，前面两个许式动作，一，啊，再来啊，一。二三，这个呢就是说劈身锤完了又加一个棚劲啊，加上棚劲合进来，这个呢沉一下往当前啊伸展出去，这样啊，第一个啊，一从上面逆缠扣在这儿，扣在左小右大臂的前面，啊，肩的前面，这个呢顺缠收到两膝中线，眼看左，这准备发撇身锤之前，就是和对方呢还有一点距离，再虚一次劲，啊，然后发劲的时候，这个手从腋下兜出去，这个手从左肘的外侧收回来。啊，这么一个劲，啊，疼，啊，疼，两脚腾空的时候，这合住，再合一下，落地开，啊，开的时候呢，这个力点在这一侧，这样撇出去的，啊，力点在这一侧，啊，这个呢，全逆缠在右膝上方，臂膨圆，啊，这是撇身锤，啊，再做一遍。一轻灵一点，二再轻灵一点，三啊发力，下边斩首，先双拳变掌往前捧啊，再走一往下捋啊，然后开左脚翻这个掌，这个拳握拳举起来啊。胸往左转，啊，再看，腾过来以后，啊，变掌再握拳也可以，一直是握拳也可以，但这个手一定要变掌，啊，开脚，这两臂就是同圆，前面对拳对掌心，啊，距离一尺宽左右，开左脚，脚尖开背心，然后提右膝的时候再开一次胸，再合一次。开，这个震脚的时候，俩脚尖都像这个斜角，啊，都像这个西南角，啊，再看，举过来以后，这个撇身锤完了以后，捧、引、开左脚，打过去，啊，
两手距离不要太近，也不要太宽啊，一尺左右。然后呢，这个提右膝头再开一下，再合啊，下面再开一下，胸再开一下，再合，开合啊，把膝盖提起来，这合好了。然后正脚发力，这个臂还是保持圆，啊，还要保持圆，不要成了直的啊，不要成了直的，这个也保持圆。这个泰拳老是找圆啊，就是像这个斜角啊，这脚以后，然后是翻花舞袖啊，翻花舞袖这个动作呢比较难做啊，本人呢没有做好啊，但是我把这些要领给大家讲清楚，把它要求讲清楚。一，左掌抖出去，右拳收回来，收在左小臂的肘弯里侧，然后双掌变半握拳，右拳从小臂外侧，来从这儿看，从小臂外侧啊，好像两个手撕开一个东西一样，一个左上一个右下啊，俩脚尖不向这方向吗？俩脚掌为轴，俩脚跟往上提，手里开啊，这样就是立体螺旋，体现身子立体螺旋，脚尖使劲往下蹬，脚跟呢使劲啊往上提啊，然后由左手来领，这俩手还是一小臂宽啊，提起来以后翻过来，落在右脚落前，左脚偏后，右掌偏前，左掌偏里。俩掌，左掌在右膝的这个右肘弯的里侧，是两手往上劈的节奏啊。这是翻花舞袖啊，我再做一下，再把要领给大家再讲一下。一、二，裂开，双掌裂开，好像撕开一个什么东西一样，裂开了，再往上提，再往下沉，脚掌往下蹬，脚跟往上提。啊，我们北方呢叫旱地拔葱，这个葱的地很旱，拔不下来，拧着往上拔，啊，就这种立体螺旋这么个劲，啊，提起来以后，提起来以后翻过来，啊，这个手还劈，啊，然后压着风吹，跟前面一样提起来，先沉开，沉开提合，我们就说到这儿，走走，劈身锤，慢，这时候大家看啊，走一个圈，然后再蓬开，蓬开虎口向前，指尖向里，慢一点，走清楚，每个动作都把走清楚的，从上面啊合起来，合起来了，啊，哎，好的。主要是打这个拳，这拳腿不要太宽，嗯，你这么宽了，一会儿再裂的话没有余地，到这儿可以的，然后再蓬开，嗯，劲走不好，这个动作做的不好，你说走这样不行，这个肘呢要，他按我这个臂，我借他这个力量，这个肘要多走一点，多走一点，而且放松，这里都要放松，只有这个力量，只有这个力量，这个力量。肩放松，肘放松，腕放松，全放松，小臂放松，就是给他这个力量，所以身子下沉。你这个力量没走，它不消散。走，慢慢再练吧。嗯，合拳捧肘，向右螺旋下沉。这拳握住它，这拳握住它，不要散。啊、嗯，好，走慢一点。慢一点，把这个膨劲走出来啊！这个膨劲是打太阳穴的，所以一定要膨起来啊！好，走离合肘，拉开一点，距离30公分左右，扣左脚，好，走撇身锤，不要太大，这小碎步啊，就是稍微跟对方有点距离，不是很大的，很大距离的话，我就不用这个动作了。就稍微一点距离，
这垫步，把这垫步往前搓一下，啊，碎步轻灵一点，越轻灵啊，不对，不对，那个拳不对，这个拳，这个拳扣在这儿，这个拳扣在这儿，哎，这个拳外夺啊，这样夺啊，哎，低点，就是的，低点啊，大家看啊，这是低一点，低一点。啊啊，轻灵一点啊，狠一点，最后一点狠一点，不要闪。好，走，斩首，腾，捋，开脚，打。这个打的时候是一个走，一个斩啊，一个万对。好的，回去，这个拳，好，开脚开的不过，开了歇脚。右脚开着歇着，好，提提着再开着合住啊，散了，一开一合呀，提的时候再看，你再看啊，开啊，哎，合住，对，然后垫脚打，你脚怎么又回来了？你脚怎么又偏这边的脚尖？脚底下不能乱动，这脚底下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下，不能乱动啊，搞到什么方位，站在什么方位，这个脚可不能随便乱动，乱动就你就失去重心了，跟着就怕跟被破坏，就本呢，打拳就赔本啊，不是赔做赚钱的赔本，是培养的赔，赔本，赔本是赔脚跟，赔脚，脚底下一定要站稳，打拳一定要注意这点，该扣脚扣脚，该开脚开脚，该站稳的站稳啊，打拳很重要的一条叫赔根啊，培根呢、啊、不是培本，培根你要本你要根，培根啊，就是脚为根，你脚刚才站的位置不对，你待会儿你那个动作没法做，还不对，因为怎么搞到你歇脚歇脚，你怎么非得站这个方向，低点立起来了，那你打拳呢，打拳没有力的打的，走，等会儿你怎么没有，还没抖手呢，你就离开了，走，从哪儿能走呢？也从外环，从这个外环走。哎，好，走，俩脚掌使劲，使劲蹬，哎，脚跟踢发。这个太步子斜了，成了横步了，横步。哎，左脚偏前，右脚偏后，俩手啊都是往下切，左手在右手的里侧，啊，放松。腕子放松，掌往下去，好，然后说，然后行，先放松，行，好，这个下面我说这几个式子的啊基本的用啊，二路拳里边呢。它的击击用法比较好理解，因为它大部分都是练发劲、练击打的这种一些动作，啊，所以呢比较好理解，啊。下面我把这个啊劈身锤呢跟一路里边一样不讲了，撇身锤呢主要大家注意是力点是在这一侧，啊，大家注意力点呢。大家注意啊，这力点是在这一侧啊，是这样啊，虚好劲以后发在这样啊，斩首呢是对方捋过来以后他往回撤，就这个时候打他头，是吧，这个呢就准备呢啊，准备的如果说两个用法，一个是这个时候翻过来捋过来打他头，打他啊这个面部都可以，胸部也可以，这个拳呢如果是我打过来以后我合着他头了，你往回肯定也往回，我捋了你往回撤了，你不往回撤我打你怎么，你干脆把你捋出去算了，就不用打你了，你往回撤我就跟着啊啊，或者拿反关节这样打是也可以，打头也可以加膝盖啊，三花五绣呢它的目的就是一个呢是抓住对方两个臂的时候啊，从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摔的啊，或者是这两个这个臂也可以，
从这个，从这样，从这样把它摔回来，啊，这样摔回来。所以两手呢是从上面走过来，啊，当然跳起来了，把它捋落空了，跳起来我以后再劈，也可以，啊，这个发号五秀就是这个意思，啊，下边杨荣奎跟前面也一样，啊，就说到这里。